他是减完一百之后是1049，所以这样子算是就打九折的概念了。啊，我之前算是一颗60块，你自己算算看，60块，哎，那还是蛮贵的，所以它整体都涨价了。10颗，一颗90几。对啊，我之前算是一颗60块，啊，现在变900块，涨价了，涨那么多，一颗变90几块。对啊，他也跟我说特价，整个都涨价了。都涨价了，物价都上升了啦，太伤心了。现在哪有便宜货？没有，这个原本就很贵，现在又更贵，一颗要100块。就是，对。